管家八十载，杨红须发白，寿堂一声报，夫人哦，少夫人，那管家稀客到府来，那过来了，今有焦廷贵、孟怀元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。二位先知道了，这换通报什么？快快有请！是是是，有请啊！太我鲍鱼太君知道。夫人嫂嫂在哪里？夫人嫂嫂在哪里？夫人嫂嫂在。夫人嫂嫂。你二人为何身穿素服，面带？白愁用的，莫非松宝塔？你快快将来！
是见了太君，酒要少饮，话要收回。遵命。元帅巡过在疆场，圣人华堂尽受我杀。
相问广陵，相氏又在后花园中洗屋。七祖母，您快点来呀！参见太君。看你只顾洗屋，连你父帅的身臣都不顾了吗？太祖母，您听我说呀，刚才七祖母教了我一手绝招梅花枪，练好梅花枪，杀敌保边疆，日后等我父帅告老还乡，我还要凭本领争个小元帅当当。太君，我这个徒弟就是有志气。换下素衣裳，还来进厅堂，何日故知晓？苏尔登叩见太君。罢了，见过众家伯母神娘。是，参见众家伯母神娘。上礼。怀远亭归，你二人不在三关回来作甚？我二人，他二人乃是为了宗保守城而回。是的，宗保大功，军务繁忙，特命我二人回奉与太君叩头。哎，二位叔父，你们给我父帅带来寿礼了吗？这寿礼末已在前厅摆好，文广还不与太祖母进酒？哎，祝太祖母再活100岁，长生不老。祝太君长生不老。文广，你叫孟二位叔父与你父患难施教，理当先敬他人一杯呀。哎哎，二位叔父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叔父，您来您来，喝酒喝酒。啊，二位先知，风尘劳碌，就只此一杯吧。好，只此一杯。什么？只此一杯？那可不成，今儿是宗保的50寿辰，理应多喝几杯。来来来，多喝点儿。不能饮料。来来来，多喝点儿。啊，二位先知，今当你宗保大功50寿辰，难得太君日赐
姓婆给忘了，问广听礼在哟，守旧一杯敬护你母，得令喏。母亲，今当父帅受诞之礼，孩儿敬酒一杯，请母亲赐回应
须知。婆婆，贵婴儿可是真的醉了？他是真的。他莫非有什么心事在怀？不会，不会的。你只因两国侄儿一路辛苦，非父怕他们饮酒过多，最后身世啊。是啊，我正要问你，怀远亭关这两国娃娃平日以最喜饮酒，今日又是宗保五十寿辰，反而这样推三推四，你又从中阻拦，分明有难言之隐。莫非这三观之上？阿太君，这三观之上，吾有什么？吾有什么？吾有什么？廷贵吃醉了，快搀他下面歇息。是是是，且慢。江二将，你二人不在三观，到底回来做甚？我二人，他二人。为娘未曾问你。廷贵在，今天讲话，这还不快来？打！廷贵在，我来问你，你二人不在三关，到底回来做甚？我二人是元帅，受我臣而来。我再来问你，宗保他在三关可好？元太君放心，元帅安排。廷贵。你讲宗保他在三关可好？元帅安泰，你二人此番进京，可是宗保亲自差遣？正是元帅亲自差遣，还有家师前来。请问家属离席之事，他又是怎样直呼于你的讲？他临终之时，临行之时，廷贵，你讲，元帅呀，他怎么样？他。婆婆，恕
媳妇隐瞒之罪。媳妇，你回房歇息去吧。是。转来守臣为国尽忠，竟然不在，你不愧是杨门的好后代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儿父儿郎母。你是祖母的好孙孙，你要同饮一杯。太祖母自有道理，焦孟儿将在苏江此事报与圣上知道，遵命，安排灵堂祭奠王陵。国仇家恨当报，不灭敌寇恨焚消。Thank you.
亲平身万万岁。儿亲上殿拈火奔走，臣妻万岁，大事不好了。火势金黄，西夏王新兵犯境，杨元帅为国身亡啊。焦猛将搬兵求救，请万岁早做指战。哎，将此兵日此长去，而亲速速为国取策。臣妻万岁，我朝连年征战，兵为将寡，府库空虚，纵然再战未必取胜，依臣之见暂让一步，前去求和，以报万全。万岁呀，狗碗乃是无国之道，万万使不得。依亲之见念，速发大兵，三关解围。臣妻万岁，如今这兵锐气方丈，难以力敌。倘若一败再一败，大局不可收拾矣。啊，叩天官，谋国之道，赤忠为师啊！王大人。三关告急，你不思破敌之策，反常以求和，还说什么赤忠二字？依我看来，分明是饮鸩止渴。我看你呀，无非是纸上谈兵啊！你目光短浅呐、啊！你不顾大局啊！你不顾大局，啊、你不顾大局！大慢来，慢来。儿亲不必争论，叩亲臣提钩传旨，看看可有人挂帅斥臣。臣领旨啊。冤枉！
三岁之意传笔，无人应审，看来还是求和的为好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万岁，休得惊慌，臣包走一家，可以挂帅出征，但不知一是哪一家呢？就是那杨门女将呢。哎呀呀，如今杨家一门孤寡，老的老了，小的还小，怎当此重任呐、啊？这个杨门虽然一门孤寡，老太君老当益壮啊。不错，老太君比我还年长30岁呢。穆桂英不让当的。哎呀，眼前再有天门阵呐、啊，只怕他也是无能为力了啊。是啊，杨门女将退隐已久，非比当年，依古看来还是求和的为好。是啊，啊，万岁，出征也罢，求和也罢，只是杨家世代忠良，八方只存宗胞，如今为国丧命，万岁纵然要和，也该到杨府祭上一祭，一来昭宣身上血中之德，二来也好叫那老太君体谅万岁求和之苦，免得做忠良的寒心呐、啊。靠天观此话讲的倒也有理，佘太君素与大局为重，自能体谅朝廷的苦心呐、啊。是啊，好好好，儿亲随国陪祭内侍，有白家天伯父，白家天伯父啊。老臣接驾。啊，老太君。王大人。啊，老太君。
尔等退下。哎，可恨西夏兴兵犯境，宗保元帅捐躯沙场，朝廷失此栋梁，孤心实为痛恶大。为国尽忠，虽死犹荣，只是三官危在旦夕，不知万岁何日发兵，已经燃眉。燃眉之急，势不可缓，孤有矣。但不知万岁命哪家持兵，何人挂帅？孤有一持兵，怎奈朝中武将古尔木。哦，老臣明白了。啊，万岁，朝中有何危难之事，只要万岁所知，老臣无不遵从。太君此话当真？焉有虚话？若得如此，孤心难移。是啊，是啊，我晓得老太君是顾全大局的呀。啊，老太君，如此说来，你也愿意与西夏求和吗？哦，怎么要与西夏求和？是啊，只因宗保殉国，朝野震动，如今则是浩大，纵然再战，也是必败无疑。因此万岁听从一家大臣的高见，有意暂让一步，前去求和。寇大人，这是你的旨意？不不不，诺诺诺，这是王大人的高见呐。老太君，你总是要以大局为重的呀。啊，万岁，此乃误国之道，万万使不得。太君呐，寇将官，你怎么看求和了啊？实话实说呀，求和心下非本愿，怎奈是宣将求帅，难难难呐。大人，臣什么孤有两将权，说什么求帅难上难还嘞，士兵心丧胆，夜战我不见开山，只要朝中一身坏，这话说是老太君老当益壮，正好挂帅。老太君呐，挂不得帅也，挂得挂不得，挂得挂不得，挂不得挂不得啊！万岁，老太君挂得挂不得，老太君不挂得挂得日火。好好好。
老太君挂得帅印，只是缺少能征惯战的先锋，难道是叫他老人家亲自冲锋陷阵不成吗？大人，杨家的先行官天下少，现在哪里？自然有啊。现在哪里？自然有啊。曾听见，挪挪挪这里来，你，高声些，我说他们呐，都老迈无用了。参见万岁。
凡寡帅吃阵非比寻常，众家儿媳各自准备，明日发兵。哎，太祖母，还有我呢。你们，太君，战场交锋非比寻常，文广年幼，留在家中为师。太君，文广虽然年幼，若论本领，不让桂英。就带他去吧。太祖母，孙儿虽然年幼，武艺精通，我定要杀敌报恩。我太君，尔等不必争论，明日教场之上，文广与你母比武较量，老身自有安排。